信，轩辕仙踪的人就发现他了。没想到我这么想他。你们瞅瞅，这人我轩辕仙踪要了，你要是再插手，就灭了我啊！你们玄武仙踪竟然敢挑衅我们，给我等着吧！多谢前辈不用相助，我是西海岸地来做玄武仙踪拜祖为师弟子给。好，这次可是收了一个好弟子，这位是我们的总兵出来。见过宗主，不错，果然是个好苗子。先不聊了，我先带我徒弟去他的宗府。玄武仙踪内，他便埋头修行。因为拥有三品时间修，仙踪内还发生着一些事情。你说什么？那个云石他教我？难道这件事就这么办了吗？那我有什么修真界奇遇的方法？告诉我，失败是你们的问题。我果然没看错，没想到才千年，你就能达到第一名当属宗主的大弟子。逻辑已经那一瞬间，轩辕仙踪的人就发现他了。没想到我这么想他。你们瞅瞅，这人我轩辕仙踪要了，你要是再插手，就灭了我啊！你们玄武仙踪竟然敢挑衅我们，给我等着吧！多谢前辈不用相助，我是西海岸地来做玄武仙踪拜祖为师弟子给。好，这次可是收了一个好弟子。这位是我们的总兵出来。见过宗主，不错，果然是个好苗子。先不聊了，我先带我徒弟去他的宗府。玄武仙踪内，他便埋头修行。因为拥有三品时间修，仙踪内还发生着一些事情。你说什么？那个云石他教我？难道这件事就这么办了吗？那我有什么修真界奇遇的方法？告诉我，失败是你们的问题。我果然没看错，没想到才千年，你就能达到第一名当属宗主的大